禅宗与可白许陀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原来小石潭记里写的都是真的。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有这样的一处地方，乍一看以为只是一处干涸的石地，但仔细看之后才发现里面竟然还有在游动的鱼。现在因为环境的改变，如此清澈的水真的很少见了，可能这就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天然美感吧。